而且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哦，你现在唱歌哈、哦，我不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 live 唱歌跟以前不一样了哎。I don't know， 我今天一到现场之后，我被你的气音跟你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态度吓到了，有那种哇哦哇哦哟。Ooh, well, I guess， 啊、oh, ，要讲英文了，很开心。Not bad, yeah。其实这张专辑有诠释很多不一样的曲风，嗯、也是第一次。专辑里有两首爆发力的歌 ，like Back to Life、嗯、and Sing、嗯。那其实通过制作人他们给我的安全感，嗯、我就唱。而之前我出道的时候15岁、嗯、是唱的比较 J-Rock J-Pop、嗯、然后到了日本是比较文静 Bossa Nova、嗯、很久没有唱爆发力的歌，现在的感觉像回来了。现在唱会不会觉得是比较有一点生锈这样，还是发现到自己功力大增，唱起来比较容易？嗯，我觉得应该 Sing 这首歌就是接触的朋友们也是不一样，嗯，跟制作人合作也是不一样，嗯，通过他们就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是是是，接触朋友很重要。如果你朋友每天讲话的时候轻声细语，都是在图书馆见面的话，你很难爆发力的。可是如果都是在 copy 掉 Yo what's up， 爆发力就我在这个时间、okay. 我很容易笑的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不要讲其实是我很搞笑呢？为什么是这个时间？就是很搞笑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搞笑。我们听一首歌，对。两层意思 ，sing 就唱歌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通常出去的时候呢 ，Singapore 你也可能可以讲是 sing， 这样感觉。这首歌国庆日要到了，有什么话要对新加坡说？好厉害！哎，你说什么？有什么话？有什么话要对新加坡说？有没有？新加坡说 ，The visions for Singapore， 你这段你有录过 ？The vision for tomorrow。然后呢？下一句是 just。Just believe. Yeah, 好。哎、欸，你最喜欢的爱国歌曲是哪一首啊？应该是 Home 吧，非常经典。哦，家。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嗯，再救一些些的那个 One People, One Nation, One Singapore 那些的。有很多回忆。是啊，突然之间回来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讲的这首歌是 Sing， 你看这首歌曲到这个时间，你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已经播完了？没有，这首歌中间停了40秒。
如果今天不小心把它空中播出来，你就出去上个厕所回来，你会发现到哦，太爱惨了，四十秒。其实这部分我想保留一个惊喜。哦，是哈 ，supposedly， supposedly 呀、啊，我是不小心讲出来的。It's okay， 反正就是大家会可能好奇。Sorry， 刚刚你刚没有戴耳机，你戴耳机你会被吓到，因为。我自己有被吓掉，吓到。因为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哒哒哒。我有，我自己也有。对 ，Harry 他其实、他是这首歌的制作人，对。然后他主要要说这首歌曲就是唱出你的烦恼，一切都好 ，Everything is fine。And Harry is really crazy， 他 ，you know， 他私底下是非常 crazy man。Yeah， 一直动来动去，但是他对音乐是很热情。一直动来动去，我不知道，不是动来，都是可能很一下子，可能是感觉突然很大声那种，情绪就是高高低低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活泼，然后讲话很多。He's very cool， yeah。哎，你对于讲话很多的男生可以接受吗？如果他是你男朋友或另一半的话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从这点去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因为最近哈、我身边那个人一直 complain， 你很爱讲话嘞。很久我出去的时候啊，我逛街的时候，我会一直讲。我恭喜你找到你的另外一半了，因为他可以接受我可以一直讲，对不对？你想象一下，怎么说？就你的另一半一边。在你旁边，他就一直动来动去，然后你看他真的爱你，他就一直讲，你 OK 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 Olivia 是一个，如果是有趣的东西的话，哦，不是什么都讲就对了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哇，对不起啊，所有的男生，我没有办法帮你套到任何的太直接的那个对那个资料，因为他就是。对，他说有趣的东西，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对你来说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啦？还是自然呢？以自然为主，自然，像我这样，自然 smooth。所以你就是这样子找到另外一半，自然。刚刚听到这首歌曲，《Sing》这首歌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是 track six， Sing 哦 track five 啊 track six 这首歌曲呢。是一首很特别的，不算翻唱，可是它的词经过修改之后，这首歌的英文词是你写的。对，这首歌《Invisible Wings》吧，它其实张韶涵唱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那对公司给我的责任就是任务，就是要写英文歌词，因为他们觉得中文歌词非常有意义。那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曲，然后当时拿到这首歌正好日本发生那个地震，对，所以就是然后我之前有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，也有朋友在那边，所以加上这些情况，就让我有灵感写英文的歌词，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保留原本的精神吧，歌的精神。你那时候对于日本地震它发生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时候，那个整个感觉是什么样？你是马上打电话给你那边的朋友 MSN Facebook？ 没有马上，就是一直在电视机看新闻，在看那个情况，非常突然，对，很突然，然后就先了解情况，然后就哦，不懂日本的朋友还好不好？你那时候多数待的时间是在东京，是吗？对。是在东京，所以东京跟那时候的那个灾区有一段距离，不过也算是蛮靠近的，有被影响到。对，因为尤其是之后那个辐射的问题，那东京那边好像也测到说那个辐射还蛮高的，是有一些影响。所以那时候打电话给那个东京的朋友，他们怎么说都 OK， 一切都安好。可能其实很难，那时候很难就是联络他们，就是 Facebook， 然后他们也是没有马上回，所以你那时候有紧张到对？担心了一下。是有点想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对消息吧。哎，灾区你有去过吗？那个地方你之前有去过吗？灾区，就你需要知道英文的那个之前的这个地方你有去过吗？就是那个发生地震的地方，哦、没有，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没有，之前没有，对。哦 ，OK， 因为我自己在那个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去过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你看到那个现场的画面，你会
真的很震撼。It's very real。嗯，而且我想你在写这首歌的歌词，应该有特别去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画面啊，什么来让自己去想象。嗯，也还好，就是可能被歌词原本的歌词有感动到，所以我是以原本的歌词来写，直接去想象。对，英文的版本。我们听一这首歌曲《隐形的翅膀》的英文版《Invisible Wings》。歌曲呢是 Invisible Wing 收在这个 Olivia 的新专辑，这张专辑叫 Romance 专辑当中。 Romance 的意义我直接翻译的话应该算是浪漫，可以是这样讲吗？ Romance 是啊，浪漫。对，所以 这些歌曲当中都 是由爱跟浪漫跟情所编织成的一个，你知道它的一 个概念专辑。哇，中文很好耶，我想不到说他还丢了一个字给我用，这太好了。